刷亮，音乐又不响，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我放开了胆量，我放纵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闪闪闪闪闪闪亮，欢迎大家收看由9999黄金专家孟京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要特别感谢孟京元哦，因为是你的出现让我们懂得用9999来衡量和解读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每一位来到我们黄金舞台选手他的梦想都是9999。这个时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舞蹈是一种用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温馨。如阳光带给我希望与力量，今天我要用心舞动起来。掌声有请王红叶。哇哦，哇哦，一位活力的姑娘。亚非拉舞王小范继续让快乐的进您还没完吗？你好哈喽两位主持人好，红叶有活力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有活力的一位姑娘啊，你看人家姑娘美的都开花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的王红叶，我目前是一位肚皮舞老师，很高兴认识大家。但是你出场的那个音乐肚皮舞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哦，那个是一个融合风。怎么个融合？融合风就是一支舞蹈当中融入了不同风格的舞蹈。我喜欢这个叫混搭嘛，但是这个有点难哦，说实在的，非常的难，不适合某些在这个舞台上舞蹈基础比较低的主持人学习。是的，是的。你在说我吗？所以呢，我没点名啊，老师们。所以呢，我给大专门为嘉明哥设计了一小段，就是像我这样基础的也能学。对，就零基础，非常简单，就几个动作，你要不要试一下？来，红叶有请。好，来，我们先从脚步开始好吗？好，第一步，右脚向前，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好，谢谢，再见。还没完哦，还有一个动作。你们退场了呢。还有一个。啊，这个够简单啊。嗯，下一个呢？我们要将胸部呢向前顶出两次，走，向前，好，然后含胸，好了，做得非常好，很好，很好，再来一次，两次，走，一。哎呦喂，太棒了！二，好了，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做一个转头，然后向后走。转头我擅长哦。来，试一下，六七，转头，走。好，我们再做顶两次臀部，两次。我们俩适合做这次。好，反方向，两次。好了，现在我们从头试着连接一下，好吗？这样整个动作都完成了。完成了。这个舞蹈适合任何音乐。是的，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嘉明哥，你先来一个，什么音乐都可以吗？随便的，放一个适合嘉明哥的音乐。说了，神舞是什么纸质门票？好，他打走。适合了，这个突然有那种感觉啊，就是二师兄，还可以换别的音乐吗？当然
比如换一个我的御用音乐。哇哦，御用音乐。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真的很棒哎，什么曲子都可以。红月，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份心哎。我以为观众都已经抛弃我了，对的，你要自信。还有我，我不会抛弃你。你做舞蹈老师多长时间了呢？哦，我做这个行业有6年了，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出来展示嘛，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平台给我，所以这次很有幸来到这里。你是一位好老师，连我这样的学生你都没有放弃。红叶，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王红叶，好好享受你的黄金100秒，计时开始。阿姨，请到舞台上来。哇，阿姨也很年轻啊。阿姨也很激动啊。就是我们俩都很激动，因为我从不相信自己，就是妈妈一直在鼓励我。谢谢妈妈，谢谢你养育我这么多年。有一份小礼物，9999黄金专家孟金元送给你的一根金项链。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擦干眼泪。谢谢大家。加油。谢谢老师。来休息一下。此时此刻突然觉得我们两个是最幸福的，我们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没错，主持一档特别有意义的栏目。所以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要在家里等待了，带着你9999的梦想来到这个舞台，让它产生化学反应。好，这里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Stop.
掌声有请李淼淼。哇哦！我下去喝口茶，你们先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淼淼，是山东姑娘，然后顾名思义，我是一个模特儿。净身高有7.8。7.8，那应该是 T 台的。没有啊，这个北京堵得很严重。哦，车模。哎，对。车模，我们都看过车展，现在的这个车展上的车模是一大风景线哟。没错，最长的一天你作为车模会展示多长时间？就是一上午了这样。但是也很辛苦啊。因为就像我们主持有时候站久了的话，我们的腿啊，对对对，也想歇一会儿。哎，但你们不行啊。不行。你们都在镁光灯下。对对对。那怎么调整呢？像你站久了会腿麻，对不对？然后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哦， uh-huh. 就是如果左腿麻了，嗯哼，抬右手。左腿麻，抬右手。对，这样子其实我们站车的时候也是一个优雅的姿势嘛。哦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车展上看的模特做这个造型的时候，腿麻了，就代表他腿麻了。对，就是看车模很多 pose， 其实他是在自我调整。调整，对。哎，淼淼，能不能连续的，比如说，那从刚才开始好吧，左腿麻。嗯。哎，左腿麻，有点不舒服。好。右腿。好，双腿。腰酸了呢。腰的话要扶住哦，因为我们都在车旁边嘛。哦，就会哦，腰酸的时候就会靠近车了。对，那开过来。嘉明哥来试一下车。这辆车。我是老爷车。这辆车，然后您可以对当一下车门，这个是车门的。啊啊，对，打开以后那车门好。哦，腰酸了以后，他现在就相当于撑一下腰，能这么理解吗？啊。哎，好玩好玩，我也感受一下。车坏了你要赔的。这个你要买回去了。这个车质量有问题。你要买回去了。哦，可以看得出他在工作状态当中是很喜欢的。对，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摆 pose 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来到黄金一百秒？其实我觉得我不光是车模，好多人都觉得模特只能做模特，走秀车展没有别的，但我想在这个舞台展示一下另一面我。我今天都准备好了，你看就缺个链子了。哎呦，黄金圆。准备好了吗？好的。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镜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李淼淼，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个待遇。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兄弟，你这是在干嘛？看不出来吗？我是在练盖世神功。那你这动作是？我在试吸天地之灵气，集万物精华。武术的最高境界便是这样。兄弟，小心别着凉了。你挡路了！掌声有请穆剑星。哇哦！不是，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打我啊！来吧！什么？我上哪？打你啊！没事没事，苍天呀，大地呀，终于上来也不打我，让我打他的了，也是该报仇的时候了。这攒了报仇十年不晚，这攒了三十年的气儿。来呀，害怕？来呀，没事儿，练的就是这功夫。这家伙，我下不去手。我等等，有点突然啊，剑星。哎，你这一上来就来找打，不是合常理啊！你这，我就是练的这种功夫，中华混元内功，哦，抗击打非常厉害的功夫。你是真可以挨打，你是真有真功夫的。对，这么的，我打呀，我打的不狠，我请上一个有劲儿的替我打，你看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有请我们的黄金大侠，我。黄金大侠，你别生气。我知道一般的情况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请你出场，这有一个选手他上来想挨揍。那站着吧。呀，还是我来吧。哦，这个也很厉害啊，这个很粗的骨，这都是皮毛，这不够刺激。还想来？你想要铁棍子是吗？来点刺激的，来，你就砸就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不要模仿啊，这是专门的内功表演。我在这个地方。好，谢谢我们的黄金大侠，谢谢。来，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咱练的就是这功夫。这个功夫练了多久了？这功夫练了五年。但你这功夫练的跟别人练的不是一个套路，别人都练怎么击打对方，你这先练挨打，你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很有智慧。杨凡哥，那你遇见坏蛋，你会怎么办？路见不平一声吼啊，然后撒腿就跑。该大声吼时就吼。不对，我不这样，我这出来以后你打呀，你打呀。不是，你的功夫我很欣赏，你这态度我不太欣赏，你这惹事你打呀，你打呀。咱这就是有这个实力的。为什么要报名来参加黄金一百秒？我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武打明星。成为李小龙那样的人吗？对，我想成为武打圆我的武打明星，这次是我的梦想舞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好像接下来要露真功夫了。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不管什么行业，请记住，创新决定出路。今天我要创新，我让他站起来。他要干嘛？他不是平放那个板砖，他要立起来。我都感觉手很疼啊。继续努力，建青，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在黄金舞台上有那么一种选手叫 Singer， 我们要抢就要抢得最痛快，还有另外一种选手叫 Dancer。而我是这样一种选手，我是 Coser。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是 coser， 看我的变。掌声有请柯哲贤。哇，娘子，呀哈。明哥好，你好，明哥好，别没事就套近乎，叫什么娘子呀？对，把子去掉可以。那差辈儿了吗？我们这种呢，比较专业的 coser， 不会随便给你搭戏的。你们专业的什么？这个叫 cosplay， 翻译过来呢就叫做角色扮演。其实，在国外。cosplay 是一种高富帅才能玩的，也就是说男的也可以参与吗？当然。那 我还有机会吗？其实有一个国际的赛事，我很想去参加，还缺一个搭档，要不要试一下？当然了，要配合你今天的造型吗？当然了。那我是许仙呢，这个气质就像啊。但是不觉得青蛇更接近一些吗？我觉得夏明哥说的很对啊。要突破的话就得演一个跟自己形象不太符合的或者比较跳跃的。我准备了一点小道具，你可以试一下。再帮我拿一下。没问题，谢谢，十分愿意效劳。这是一件很飘逸的衣服啊，跟我身上的一样，可以吗？是吗？哇，底下竟然有观众说帅。当然，因为要扮演一个女性的角色，所以头发是一定要有的。当你戴上这个飘飘长发的时候，你就是小青了。然后呢，还要做一个造型。就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就是说要求你的每一个细节不能有破绽，对吧？对。那你能不能给小青你的妹妹一个口令，然后她就入戏跟你一起来角色扮演？青儿。姐姐，咱们一起来给大家表演一段什么吧。那姐姐，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呢？那咱们唱一首《千年等一回》。好。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等一回啊，在耳边说
谢明峰。断肠也无缘。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带你去参加比赛了，还是有比较适合你的角色的时候你再扮演吧。嗯，姐姐，我给你加油吧。跳这个给我加油吧。哲贤，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cosplay 角色扮演？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好？因为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动画片嘛，喜欢看漫画。我们能这样来采访吗？哎，那个，那能这么理解吗？心儿，别闹了。不是你们聊你们的，姐姐我练功呢。我祈求我现在能变成法海把你给收了。因为长大以后动手能力还有一些就是大的环境吧，都提供一个我们这样的环境，可以去有漫展，有比赛。好姑娘，请恕我无礼，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登台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来，请登上黄金舞台。我去更衣。好，柯哲贤，黄金一百秒属于你，计时开始。青春剩下白素贞，共同千年修此生。清秀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人。来，杨帆，给白娘子颁奖吧。哎，加油，哲贤！谢谢大家。拜拜。休息一下。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我叫安真慧，可同学们都叫我校花。这个称号可不是我自己取的，而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校花大赛。做一个有才华的校花才是我想要的。掌声有请安真慧。掌声有请。哦，你好，真慧。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你是大连大学的校花。可以这么说。哎呦，那我们真是惺惺相惜啊！幸会幸会，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草。看出来了，怎么说？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穿绿色西服的原因吗？你看，你的眼神当中充满了怀疑。我岂止是怀疑，简直就是不屑，是吧？你们那也是评出来的是吧？对，我们就是有一个专业的
去评选一个规则。嗯，就比如说我们第一轮需要戴着面具，然后自我介绍和展示才艺。这是你们大连大学的校草，请你和他搭档完成一个节目，你会怎么办？你是校花，他是校草。不是，你这么配合他没有感觉的。刚才他说他需要把脸遮住，你有时候太在意别人看我们的五官。刚才那猪八戒的面具呢？这个可以有。不是一说面具，不二师兄你说的那啥？二师兄是什么意思？帽子就不用了。有面具了。你们是什么环节戴上面具，然后？自我介绍。我觉得戴和不戴区别不大，还是很帅。大家说是不是？大家好，我叫杨帆，我来自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铁岭莲花乡吃水豆子。接下来自我介绍之后，我给大家来一段才艺展示，演唱一首歌啊，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那我这样的话，在你们那儿是可以拿到名次吗？可以的，我相信怎么也可以拿一个倒数第一。特别好，保持，一年都带上它。还是带上吧。我觉得学校设计是对的，让你忘记你自己是谁，大家想要了解的是你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你的理想是什么？成为一名歌唱家。今天来征服我们的舞台好吗？可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挑战成功，祝贺安贞会，确实非常非常的特别。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真让我们惊呆了，有点颠覆了我们对美声的印象。原来美声也可以小清新小可爱。没错，小小的礼物送给你。谢谢，继续努力。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是唐山市自来水公司营业处
照装所的一名收费员，我每个月要负责2500户的水费收缴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很平凡，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黄金一百秒，青青来了，加油！掌声有请刘青青。你好，晶晶。你好，嘉宾哥好，杨鹏哥好，在场的朋友大家好，谢谢。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刘晶晶，我是自来水公司一名普通的收费员。去收水费，入户查表会不会遇到不理解的情况？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刚赶上水费涨价了。然后我进去就是按程序啊去抄表，然后回来告诉阿姨，阿姨这个月呢开始水费涨价了，由2.6块涨到2.8块。她说你怎么说涨价就涨价？她以为我在乱收费。是你定的价格。对，她以为是我定的价，但是我拼命去跟阿姨解释，我说阿姨这是我们新下来的规定，然后全国都是这样的。他就很不屑的就。后来那个钱。没有。他没给你。最后的时候，那位阿姨一直不停。在骂我，我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有规定的，前3个月属于实习阶段，如果产生各种口舌或有人投诉你，你就直接回家了。后来怎么解决的？后来我就，然后后来是我们啊、哦，我又再去了，然后后面的阿姨不停大声在，就是喊我嚷我，然后我一边在掉眼泪，到家我也不敢跟我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放弃了。我说实话，我就喜欢音乐，从小的时候一直喜欢唱歌，后来因为父母的原因，我去就进了自来水公司。因为家里的原因，我只能选择这个工作，但是我不能丢弃它。但是你有一个音乐梦。对，我一直有。还会继续坚持吗？对，我一直在坚持，在继续啊。你不会放弃你的工作，你也不会放弃你的梦想。我不会，不会。成熟了，长大了。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吧！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时间的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刘晶晶很奇怪啊，她即将带来黄金一百秒的时候，整个舞台都暗下来了。我明白了，今天是她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给她一个惊喜。来，一百秒计时开始。哇，Michael，你的最爱。The way she moved。哇，我就想做这个动作。哇，是他吗？是他。The girl was bad. The girl was dangerous. 哇哦！这个视觉的感觉太神奇了，我摸摸快。我们要盯准了，中间那个应该必须是他，对，不能是替身，对。刚才我跟嘉明哥一直在说你这个可以蒙人啊，因为从头到尾看不见两位。来，在一起。哇，刘晶晶啊，刘晶晶，
你是一位自我介绍是自来水公司的收费员，你最后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节目，你喜欢这样不断给别人惊喜是吗？哦，好。对的，今天是一个多变的晶晶，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展现给大家不同样的晶晶。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但是工作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像晶晶这样，在自己的兴趣，在自己的梦想上面让它有更多的色彩。所以这根金项链不仅仅送给你，也送给像你这样所有快乐的从事平凡工作的最优秀的人，最有魅力的人。继续努力，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你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好，真棒，谢谢你的两位搭档，加油加油，谢谢。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这是我们家养的鸭子，这是我们家鸭下的蛋，念好以后去大连去卖，你快无锡了。你来一个吗？掌声有请钟德斌。哦吼，他是扛了两个金元宝吗？这是传说中的三师兄。来鸭蛋来，有没有带鸭蛋的来？哎呀，你好，鸭蛋，哎，杨帆。哎呦呦呦，你好，哎呦呦呦，这么客气。看看我们家的鸭蛋。哦，你们家的鸭蛋，哎呦，你看这，你看这，来，可以拿一个展示一下吗？哇，都出油了，我就怕咸。还给你带了有勺，小潘，先尝一尝。哎，你能不能像真的好吃？你能不能像明星那样代言的那种表情？你看你吃了这表情，这蛋还怎么卖啊？再来一次。味道 好极了，我这个是绿色食品啊。这真是你们家自己？对呀，啊，自己养的，自己养的鸭子，自己腌，然后腌制的咸鸭蛋。对，我是刚才那个有点咸了，这个不能吃，啊，这个不能，我想往下噎一点。现在我们进生活水平高了，这个是我们家喂鸭子的，鸭子喂的。其实我没想吃，我就看你们家那个饲料怎么样，味道还可以。我们家这个鸭子啊，先吃苞米下的鸭蛋。哎，刚才我尝一口，真的油又多，黄还大，对，还不咸。对，你这个咸鸭蛋腌制有什么秘方吗？没有秘方，这个鸭蛋哈是一斤鸭蛋，就是六两水，三两盐，一两酒。我还要放一点点白酒。对。这不算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不错呀，没关系，你可把家里的秘方跟全国观众分享了。没关系。所以你的职业是一位农民。农民。对。平时有什么爱好？我平时喜欢唱歌。嗯哼。对呀。那平时是不是卖咸鸭蛋的时候也是一路歌声陪伴？嗯，这么说吧，我要是卖鸭蛋的时候，我就拿一个鸭蛋。嗯哼。一个呀小鸭蛋，却是一包油啊！大家都来我唱一唱，这是陈星填词啊，来推销你的鸭蛋。哎，好的，欢迎德斌来到我们的黄金一百秒。你的自制的这个鸭蛋很美味，但是我相信你的歌声更让人回味。谢谢你，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的，一定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钟德斌，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地方，
我愿出手在风雪里面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老公，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幸福啊，幸福我觉得就是在你累的时候给你依靠，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生命中的每分每秒对于我的陪伴。掌声有请幸福组合，掌声有请。欢迎二位，你们好，很开心，我们的节目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组合。朋友们好，我们来自山东菏泽，我们是幸福组合，我是幸福的男人，我叫陈露。大家好，我是幸福的女人李小蕊。当年谁追的谁呀？我们俩算是一见钟情，他有一次第一次见他就在楼梯上面，他上面走，然后那我在下面，我正想打招呼，他猛一回头，我就拿第一眼看他。就爱上了他，就有感情了。杨帆能够从他们的装束上能够猜出他们，其实看男生还有点那个肚皮舞的感觉啊、哦，女生有点拉丁舞的感觉哦。是舞蹈组合吗？不是，杂技。哎，你们是什么类型的？可以告诉我们吗？表演？我们是高空的。高空的？对。真的不行，那学不了，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地面的哟。有地面的我们可以参与的吗？可以。太好了，来点地面的，咱不玩那危险的。 好吧。哎，我最怕玩这个，我从来没有钻解过，我不丢人。我真不会。来个两个的。来两个的怎么玩？哇哇，竟然还可以跳舞。来，杨帆，年轻就是好啊。哎，好，不错，这个站起来了，左手好。那我也。你超速行驶啊。来，我们直接增加。最难的是啊，哇，这个腰部力量哇真漂亮，太漂亮了啊，特别像一个弹簧。来，杨帆。掌声给杨帆加油！来，3、2、1。哇，这个不是一日之功啊！
厉害厉害厉害。我记得我们节目来过很多夫妻的组合，而且玉玲珑，对不对？没错，而且最后还成为了我们的黄金选手。对，那还是准夫妻呢。没错，希望你们能够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觉。好，好，来，谢谢。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幸福组合，幸福的夫妻，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哇，好浪漫啊！还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祝贺你们，好，这也是送给太太的礼物喽。好，继续努力，谢谢。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哪里？老板，二十串烤肉。掌声有请孙丽霞。哇哦！啊！你好，丽霞。哎呀，老板娘。大家好。礼貌，礼貌，礼貌。跟嘉宾交流的时候要看着对方，不要看着对方的礼物。你好。哎，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哇，老板娘太好吃了，我们啊也想要啊，来来来来，哎，我们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好吗？哦，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啊，你吃完之后投票的时候，你这个你吃人家的嘴短啊。真好，真真好，还知道给我们留一点。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没吃饱呢？来来来，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感谢你，在我们主持这么晚这么累的时候，还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味的烧烤。你知道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有多重要吗？哦，东北烧烤之乡，我们的有诗为赞啊，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这你都知道，就是这烧烤对于我们东北人有多重要。对对对对对，是吧？是是是，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作为一个老乡，我支持你。哎呀，谢谢哥们儿。在你是在北京打工？对，在北京。来北京多久了？来北京快两年了。我找了好多工作，洗过车，卖过配件，当过幼师，但是就是人家都不愿意用我，
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的梦想，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来追求我的音乐梦想，找自己的舞台。然后这样吧，我就是不能守铺嘛，就是人家不愿意用这样的。那你现在？我现在呢，就是我老板娘对我非常非常好，她就是我在店里包吃包住，但姐姐有时候给我一些钱，我不要工资，我说姐，只要你给我机会，我就非常感谢你了，我不需要别的。这是你在北京第几次登上这样的舞台？北京这是第一次。这个舞台太大了，真的太好了，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高兴。就在你的面前，好好把握，好吧？好，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心情，放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再慢一点，再慢一点，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锦色的华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做人何惧艰险，到我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正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闪烁，愿烟火人间，俺的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真的还想再活。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他们都是天才。我不求成为一个天才，只求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到最好，加油！掌声有请金香玲。你好，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啊！哦，好可爱哦！你好，哈西哟！你好，哈西哟！你好，哈西哟！你是朝鲜族？朝鲜族姑娘吗？是，我是朝鲜族。今年多大？19岁。现在那19岁是学生？是学生，我在念大学4年级。什么？等等。大学四年级。你19岁读大四？对。你们那？高中是3年吗？是3年。初中呢？是3年。小学是3年。6年。哦，那不对呀。但是我跳级了呀。跳了。跳了2级，从初二跳到了高一。哦，哎呦，天才哦。对啊，你有什么爱好平时？刚开始我是有很多爱好的，我小说写得很不错，应该算是吧，自认为写了20万字，跟一个很著名的那个小说网站签约了2部作品，然后但是当时在高考妈妈不让写，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写了，所以就没有出版。哦，那当时岂不是挺对不满的？然后小时候因为是我从小开始就学唱歌，然后我对妈妈的这种不断
就是专制这个很不满意。妈妈因为就是她的格言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成功的话只能在一个领域上成功，所以她希望我只是一心一意的学唱歌，然后不要有其他的爱好。为什么报名要来参加黄金一百秒？是这样的，因为从小到大我是生活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之下，然后这一次我想就是来锻炼一下自己，这次没有妈妈插手。哦，我明白了，这一次整个从报名准备都是你独立完成。对，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你自己做主。对，你要证明自己长大了。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耶、yeah! 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嗯，就像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嗯，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京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我们第一环节全部结束，我们掌声再次请出第一环节闯过一百秒的所有选手，掌声有请。根据我们的规则，只有在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才能够进入下一轮的再战一百秒。现在我来宣布第一环节第三名得主是王红叶。哇、恭喜王红叶，第二名刘晶晶。哇、第一名幸福组合，恭喜幸福组合。当然要感谢其他两位在第一回合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谢谢你们。也请进入再战一百秒的三组选手到台下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战，谢谢。现在我们诚意邀请现场的观众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黄金舞台，如果您表演的节目也能够战过一百秒，同样可以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孟京元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奖品。这个时候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您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现场多才多艺的黄金观众，你在哪里？一百秒计时开始。哒啦哒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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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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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暗，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白是很简单，像是镜子上满前的控诉不堪。
谢谢你的参与。大家 好，请准备，计时开始。像是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去哨所，夜晚他是我镇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严冬里刮风又下雪呀，啊，我真想啊，我真想给他，给他送去一团火。兵哥哥，兵哥，谢谢我们现场观众的参与。现在我手中已经请出了这枚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提供的纯金奖牌，将只会有一位选手能够戴上这枚奖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再战100秒，首先有请王红叶，掌声有请。100秒计时开始。晶晶，掌声有请。100秒计时开始。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你的头和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听吧着你 Oh my baby，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听吧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听吧着你 Oh my baby，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
谢谢刘晶晶。接下来有请幸福组合，100秒计时开始。幸福组合，同时再次请出前两位选手，谁能够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呢？是一号王红叶，二号刘晶晶，还是三号幸福组合呢？现场的观众，请进行最后一次投票，请投票。现场的观众，请进行最后一次投票，请投票。投票结束，杨帆，该你出场了。现在我好像已经找到了我的答案，来，用行动表明你的态度吧。加油，大哥！支持谁，就站在他的旁边。我的票投给我身边的幸福组合。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今天谁会成为黄金选手呢？我们从观众投票的第三名开始揭晓。第三名，他的名字叫王红叶，谢谢你的参与。能带上这枚9999纯金奖牌的究竟是刘晶晶还是幸福组合呢？他的名字叫，能带上这枚9999纯金奖牌的究竟是刘晶晶还是幸福组合呢？他的名字叫幸福组合。